请收看《慧心世界》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。心中一想法皆虚，儿时传遍天人心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无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百千万劫难遭遇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五经偈门得受持，愿解如来真实义，愿解如来真实义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各位慧心信教已经大学，咱所有现世同修，下午咱继续，咱来讲解着《金刚八节波罗蜜经》。下早起的顶节，咱讲解到如来，如来就是咱的心。代表啊，是一个心而已。那么咱有的人讲，这么多人都这么多心，如来的心，跟咱易经所开始的天心，天心大有其外。四五七呢，一个平衡点，就是心，叫做天心。大天心、中天心、小天心，微尘世界世界的心，拢合起来，总名为天心。天心内面包容着有生命，跟没有生命的，合二为一，拢是天心。天心内面，你要了解到天心，必须要有智慧，要有智慧。智慧，咱在宗教。名相来讲，就是佛，就代表佛的意思，就是智慧。智慧是大智慧，是佛的智慧。一般咱的小智慧，敢若我想知影，即只做啊，即项安尼尔。佛的智慧，嘛是大有其外，细有其内。那么你再怎么大，还是在天里面，所以才有基督教、天主教，说上帝创造一切，包括人嘛是上帝创造的，就是凡是在天底下，大无其外，之中的任何一个小微尘尘埃。拢是在天之内，所以基督教、天主教，一种是上帝创造一切，形容上帝就是大无其外的宇宙虚空，拢统称为上帝。那么咱唯心圣教，把这个形容的名词。叫做天心，天心嘛是大有其外，细有其内。
哦，那么大有时啊，细有时呢，你一定爱有人来知道，爱有智者，叫我的了解天到底有多大，啊，小到有多小，叫做佛心，佛的心，啊，佛心智慧者的心是安那伊会知影这呢，就无量劫来。而所体验在宇宙虚空这样的快，你看飞机十几个小时才坐到美国，你看有多大，还在天空中飞啊！所以你看宇宙虚空有多大呢？不可说，不可思议啊！啊，所以统称为天心，也是。天心这样的大，很难的形容。那么你说上帝啊，阿拉啦，佛啦，哦，或是基督啦，啥这都统称为一个名字，道，多，哦，道有多大，没多说。所以咱常常去问一挂修行人啊，可道说在一句话，不可说，这天机不可说，所以天机不可说有多大啊，咱就满头雾水啊嘛。你若无讲不可说嘞，你都解释都没出来嘛，啊，解释都没出来啊。我无希望咱的微信弟子们。拿来蒙书啊，对不起，这种我不知道，不是说不可说，你要不可说就有神秘感了嘛，那就不是真正有修行的人，有地位人所说的话嘛，这样听我啊，不可说不可说，哎呦，你那那你脚床背来，伊啊坐哩去，顶啊顶的吼。爱一个是安那，不可说。啊，你食物件，啊，出去去要放去啊，迄艰苦嘞，就不可说。啊，布置为乌人讲，出去去布置啊，你是安那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哦，所以咱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，咱。这个呢，咱是给足自在啦，阿袂骗啦，阿袂哄骗你啊啦。所以咱来到世间来，在天上界，佛嘞，释迦牟尼佛，这是觉悟者，叫做释迦牟尼，叫做佛陀，啊，释迦牟尼他所修道的，所悟道的。天心、道心，啊，宇宙虚空、山河大地，都有一个平衡的中心点，包括这个东西，一毛一个整个的重心的中心点，大有其外，细有其内。那么再来，咱一个人的身躯，五脏六腑，咱身躯是一个大的化工厂呢。要去体会到啊，你物件食食嘞，主动会消化，主动内底嘞会甲你调整，设计程式诶，计算的施工加工诶，什么大小，知道搞未出来，一天一熬，从阳到阴都出来啊，这叫做道嘛，叫做道。所以咱要去想着讲，咱身躯内底看偌厉害。那你很快厉害嘞！你个食毒药，伊嘛个吞落啦。啊，你啊食好的营养品，嘛吞落去啊。啊，那你一条哦。那我都调诶，
哦，伊就放放漏漏掉啊啦。那我掉掉诶，伫巴肚。哦，系啊，问题拢来啊。所以咱从空界、灵魂界投胎来到世间以后，哦，人生的大课题是有够侪，有够侪。啊，曾经有一位也是在家修行的人，伊嘛拜过足侪师傅啊，啊，足侪师傅讲的真理，足足好的真理啦，会飞天，会唱地，拄拄啊，咱咧共修迄阵，我咧讲六祖坛经嘛，啊，讲煞了咧，啊，咧要坐食饭，啊，就伫遐等我啦，啊，等我啊，做伊用餐啊。哦，食饱咧，伊就请教讲，伊足侪师傅，会拄过名师，有修行的大修行人，哦，所讲的道理安怎安怎都安怎，哦，我讲这个我是不懂，心里缓慢，我懂的只有易经，只有从这边到那一边这一点的整个的经过而已。尤其呢，你现在所说的，你所学的那一些呢，哦，那就是我们用易经来说，就是灰雷泄压，哦，五气还会把水沟弄骨骨，是这样，水沟会去给五气解，我们的水底五气很厉害嘛，哦，那个水沟也很厉害，水沟骨骨啊，啊，讲其实爱吸掉诶，一山比一山高。哦，我这就是五气加水甲，这先生呢，点点点都没有话讲。我是安尼也歹讲，你有知道这个啊，师傅啊，你讲这个是安尼，我知啊，谢谢。一山比一山较悬，我诶上级山甲什么山拢白悬尔啦。拢伫地球内底来，偌悬，敢有悬到天遐悬？无啦，哎呦，哎呦，智慧莫在跳动啊啦，莫跳动，神来转步数，身体无半步，用骗的，不对。哦，所以我讲的是易经，啊，从这边到这边，生到死，死到生，这中间的过程就是道。就是咱人上重要的，就修行的遮嘛。哦，伊个坐下来，又都甲阿问：“哎，师傅，你基本蹲家安怎蹲啊？”桌顶一块板啊，咱个板啊，板啊，食饱了，咱师姐在堂有准备板啊，我就甲抱抱咧。伊就伫等我抱煞。才要问我讲要安怎蹲啦？我个已经蹲落啊，明仔载出去啊。食落去，啊你在你蹲咧，你有快无？无快啊！哈，那么到明仔载就出去啊，啊就蹲到迄边去啊。啊，又蹲到倒去？我即摆伫生活室，明仔载我要去台北，咱个大安寺上课。马仔就遁到大安寺去啊，叫做无形无相、无影无踪，我一定遁到大安寺去。有奇怪，你的遁法甲阮学的遁法无共款啊，阮咧算的遁甲无共，我的遁就是正港的遁，人生生活的遁。啊、哦、啦，伊就一个真实啊，一个问啊。那么你的飞星、爱星，哦，我听你讲悬空爱星，哦，为了爱华，哦，那为了爱华呢？那那地球自转与公转嘛，啊，伊坐伫啊，啊，我那个爱你等一下，我出来在堂家摕些物件呢，我坐伫后边去，我就甲讲。哎、欸，某人啊，我即摆是家人出来来，伊就说出来，你爱华爱啊，我都即摆走出来遮，你就对我行，你就爱啊嘛。哎、欸，是不是爱？所以生活个道，
罗道给我们开始当下的生活很重要，了解生活哦，别都还讲哇，十三天地瓜啦，哎呦，磨磨片片啦。我来讲，我用哎、欸，你后日哦，你欠钱呢，你的票跳会过啊、哦？迄个时阵呢，今年啊，是啦，我特别来请示讲，我吼迄、哦那个钱啊，后日一张机票吼、哦，可能惊跳会过咧。你也知影我票跳未过啊，我的意见嘛，这个过程你来找我一种代志嘛，那无你别来找我，你放心，我拄着过去足侪做生意的人，衫穿啊足水的，大粒佛珠挂咧，手骨歹咧，手骨大粒的，一粒一斤咧，佛珠挂咧，来你甲我讲要谈天说地，十个九个九拢欠钱，要来问讲要安怎会？才会赚到着钱的啦！哦，要安尼才有钱啊！我著哎呦，磨磨骗骗啦！做人做好，事业该做的尽心，壮会该做，家庭该尽的甲尽好，莫都遐讲哦！我咧咧，嘿，手咧跌几点的，我咧跌几点的无效啦！毋是讲真正跌几点，你世间事你就解决了。来甲世间做人，做人本分做好。问心无愧嘛，哦，你才讲，老师啊，啊、哦，我有的法吼，我得请教足侪先生啦，我感觉你才上好啦，我哎呦，迄我听过啊，我听就听多了啦，哦，你有代志一定来甲我讲，你哦，你法上好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哎呦看多了啦，寻寻觅觅需要，讲重要。找到心安真本分，宗教天地立宗，圣人立教，天地一气贯之，圣人立教就是心嘛，心嘛，哦，就是我的法门。易经，啊，易经的法则，你才会知影知因与知果。易经的法则，你才会当知影讲下一步该做不该做，不该做我们不要做，该为咱爱去尽本分做好嘛。哎，这位先生啊，伊讲，哎，嘛无结论了，我知影啦，无结论。你后日的票跳袂过，无结论啦。来问我遮看有啥方法，甲你报讲你去倒位有哪招啦。我咧讲，我甲你讲去倒位有哪招，你结果你跳，佫加拖一个啦。啊，你后日佫换迄边，佫来报倒位有啦。啊，你倒去又佫拖倒一个啦。这毋是修行啦，修行做人本分甲修好，不要再错误咯。也是修行，所以我希望我们唯心弟子们啊，如我所说，做到问心无愧，你就成圣、成贤、成佛。你做到问心无愧，咱的心量都大无其外啊！咱的心都是上帝啊，心都是佛啊，心都是道啊，心都是菩萨，心都是老祖，就是圣人啊嘛。啊，听有无？敢若两个听有，还拢听无啊？哦，所以各位同学，啊，咱啊，现在世间叫做微尘的世界，微尘的世界，毋是敢若地球的微尘世界尔呢？啊，足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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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世界，啊，咱我一届啦。啊，看一篇咱一个修行者的报道啦，啊，伊写的心得，啊，他说从舍利内底，他就已经看到内底有佛的说法，看到舍利子啊，就也在说法。我在想，他为什么知道，里面就有佛在说法呢？啊，也许他的根基。
这经修了之后，他看到受力慧眼进入受力来的，真的是因果世界，他已经跨越啊，那的现象的世界，进入空性的世界。后来有一届呢，如果无偌久啊，咱一个师兄，伊嘛受各种法啦，佮摕这篇文章来看，我看过了，我看过啊。哦，那师傅你也看啊啦，我无受过迄个境界，我不晓得，我都看一来白白俩。哦，我看到过去人家有记录，借着佛所修的舍利，哦，那么那王禅老祖玄妙真经。啊，所开示的这是唯一唯经啊，所修成的正果，老的世间呢，啊，有修行的人，虽然小小一个小舍利，但是一来电就觉得世界啊，而来电多少世界，无量无边的世界，你嘛唔知我既然设计舍利，它是在哪一个时代的世界，也不晓得它在。宇宙虚空大几粒的世界，你个无成分，迄、那个数字无成分的，一珠珠尔，用显微镜来看，它嘛大有其外，细有其内呢，嘛又是一个世界。所以各位同修，哦，咱这个修行啊，咱按部就班就好啊。面对遐讲哦，我要来找到伊名师足牛的啦，都偌悬的啦，会飞天会唱地啦。啊，讲到飞天唱地，咱一只是千龙禅堂落成无偌久，迄阵开始嘛咧在上课啊。啊，那么嘛一位先生，哦，伊嘛身躯挂甲叮叮咚咚，来咧，过做伊甲伊师傅学着会飞的。我上课说啊，哦，那时候还没有奖金，上课说啊，啊，你甲我讲，我只无偌千百米尔，你看你个跳来看嘛啦嘞，伊讲我吓死耶，我咧无咧飞天唱地，这些你几几啊尔，你个跳看嘛啦嘞，无要紧啦，啊，就阿皮啦皮，皮嗖嗖嘞，啊，就走啊，所以毛毛片片，各位同修。世间足多有为法，梦幻泡影。所以，咱的《金刚经》内底佛说开示三十二相，你用三十二相也当见到如来哦。心就是如来，外表的各种的有为法，你一直执着的外面呢，绝对无法度进入如来。唔相信你？家己试看嘛啦嘞，哦，有说嘞，吼，我今日嘞手摕一粒石头去算账啦，我逐天干来挖粒石头尔，你无时间去念佛啦，你相信无？哦，所以迄个三十二相、三十二种的世间，你所希望、所喜欢的、所执着的。迄、那个现象世界的物件，哦，所以你个来接着去啊，无可能会记得如来啦，不可能见到心啦，只是见到你的念头。所以你选就大念的咧，你若要奉请的时，拢安尼啦。结果一日，一个菜里面硬加起来，可能几分钟啦。那结果你都人咧看你金箍箍迄粒石头啦，所以这都不能见如来啦。懂吗？只有念佛修行啊，你才能见到如来。